开始。14级的小号，这种武器得慢点点，这种武器赔10个，他妈的得赔10000多。专用能点的号慢点点 ，sorry。牛了，牛了，牛了！千伤无级别，2点成就，选择的余地和蓝字吗？水清绝啊！第一把516，第二把483啊，496。483 520 544 520 483水清绝39敏啊，这个是9件原身啊，一个能用。鞋子出160的专属特效吧，我谢谢你啊。琴音三叠的剑，你他妈怎么不是琴音三叠的鞋？好了，兄弟们，琴音三叠的武器力魔双加，多多少少啊能卖点钱啊！恭喜山东三区赚去凌云的远方哥，先拿琴音三叠的1000红包啊！150级的琴音三叠有1000的红包，好像水清也有。哎，水清也有。啦啦啦啦啦，没成就就感觉有点残次。这把武器627极限伤害，老哥，老哥红包拿到手软呀，兄弟们。腰带出愤怒了，我靠，老板，你过分了，你这才鉴定几车呀，奖励快被你拿走5000了。你150军火虽然没出太值钱的吧，那原身也能回本1半呀，你又他妈愤怒，又他妈水晶，又他妈琴音，又他妈627伤害的。好，愤怒腰带啊，再加1000块。拉拉拉拉，狂暴套拉，致命来了啊，致命，可以输240，你只能输一次，出了无级别之前全都赚回来，出无级别，出愤怒，牛了。好，又来愤怒，愤怒减一，愤怒不磨，愤怒减一，愤怒不磨，老板2条愤怒腰带了啊！愤怒没有减一，没有不磨，没有特技啊，又是一个1000块。我是故意的，我怕我身边有一个隐藏的 GM 给我盯上了，怕我出东西，给我下诅咒，怕我给无级别的价格打下来。坚固，哎呀，我操！罗汉金钟无级别的几率出现了，在腰带上，就这么说吧，无级别罗汉在项链，在帽子，在鞋子啊，在任何部位都能卖个好价格，除了腰带以外啊，咱们不过再拿1000啊，再拿1000。